今天给大家做一锅糖果，还要放一个爆米花，然后给它剪开倒进去，这个油都我们都挤进去，不要浪费。哇塞，好香啊！看到吗？这是我的新铲子，上次做铁锅爆米花，把铲子给那个铲鼓包了，然后又买了一个新铲子，看到吗？这是平整的，那个铲子被我整鼓包了。还有，他们说我为什么不搅中间来？我现在给你们搅中间了。为什么总是有人纠结我搅中间的问题呢？难道你们炒菜的时候就是这么炒吗？为什么总是要求我搅中间呢？啊，难道做爆米花一定要搅中间吗？哇塞，好漂亮哎！它就是这个糖，就是有一点银色，银色，哎，它是平时还是翘起的？我不太清楚啊，这有点银色还挺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开始晃锅喽，一圈圈，两圈圈，三圈圈，就这么晃啊！爆了，我们开始晃锅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啊！一定要晃锅，晃锅均匀，咱爆米花才爆得好看。一定要晃锅哦，不晃锅的话，到时候爆不开哦。其实是可以爆开的，但是它没有会爆那么好看，而且那个糖啊没有办法那么均匀的裹上，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要晃锅，可以让鱼糖均匀的裹上的爆米花，这样的话你吃起来才脆脆的嘛，才好吃嘛。好，我感觉差不多了，关火。哇塞，老香了，哇塞，而且好漂亮啊，看到吗？赶紧，你看这个银色的糖裹在这个盖子上挺美的，来开盖了，三二一，噔噔，哇塞，吓我一跳，哇塞，老漂亮了，只不过我的屏幕好暗，好暗，好暗呀。感受不到这个 bling bling 的感觉了。